主料，香菇300克，小油菜300克，辅料，盐、味精、蚝油、酱油、食用油、糖、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香菇去根，切成小块，小油菜掰开，洗净，先把锅里放入少量油，放入葱姜蒜炝锅后，加入小油菜边炒至变软，加适量盐调味，把炒好的小油菜盛盘备用。锅里另起油，先把香菇块边炒一下，再把准备好的料汁，包括蚝油、酱油、味精、醋等调料搅拌均匀后，与香菇充分翻炒，炒到汤汁收得刚刚好就可出锅，淋在做好的小油菜上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小青菜要事先放些盐，不然后面很难入味。虽然是配菜，但也要吃光光才不浪费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